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好人朱浩仁，谢谢大家支持慈爱福利中心与你在一起线上演唱会。那慈爱福利中心呢，一直都在帮助弱势的住户，其中就包括了老年人、孤儿还有单身母亲。那由于新冠肺炎的出现，导致他们在筹款方面呢遇到了很多的困难。那我希望这一次的线上演唱会能够帮助他们筹的一些款项，帮助他们度过这一次的难关。那接下来我为你们带来的第一首歌曲就叫做《谁说不可能》，送给你们。一份执着，一堆狂热，坦诚没人问，一句话把我们杀得不留痕，乖乖听话，像只青蛙，最好带点笨。一句话，我做什么都不可能。啊啊、我会努力的，证明你是错的。太阳有一天也会变冷，咸鱼能翻身，朋友变成敌人。那海洋有一天也会沸腾，会沸腾。有些事我不能再忍，他们说我不可能，他们只会抹杀我的认真。我还有梦想的余温，不要活得像你的标本。他们说别太天真，要成功我没有天分。他们说我不可能，他们只会抹杀我们的认真。谁说我们不可能？我不怕，还有不死的热忱。当爱迪生还是牛顿，我走我自己的路，你别过问。太阳有一天也会变冷，咸鱼能翻身，朋友变成敌人。那海洋有一天也会沸腾，会沸腾。有些事我不能再忍，他们说我不可能，他们只会抹杀我的认真。我还有梦想的余温，不要活得像你的标本。他们说别太天真，要成功我没有天分。他们说我不可能，他们只会抹杀我们的认真。谁说我们不可能？我不怕，还有不死的热忱。的爱迪生还是牛顿，我走我自己的路，你别过问。不可能，他们只会抹杀我的认真。我还有梦想的余温，不要活得像你的天分。他们说我不可能，他们只会抹杀我们的认真。谁说我们不可能？我不怕，还有不死的热忱。的爱迪生还是牛顿，我走我自己的路，你别过问。他们说我不可能，我跌跌撞撞，他们只会抹杀我们的认真。不退不休，谁说我们不可能？只剩倔强，我不怕，还有不死的热忱。在奋斗的灵魂，不想听话，不当青蛙，其实我不笨，我可以把不可能变成可能。谢谢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要呼吁大家，
透过以下这个二维码扫描，就是这一个，你们就可以进行捐款，或去到他们的 t-ratana.org.my 进行捐款，来帮助他们。So, 接下来为你们送上我的第二首歌曲，叫《我挺你》，希望你们也喜欢。希望透过这首歌曲告诉你们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后面一定会有一个人在挺着你。那么相信，那么靠近，用这种关系说给你听，任何时候都听你到底，没有什么来不及。当你发现你无助的时候，我用我生命来陪你。当你站在世界最边缘的悬崖，我会用尽全力的把你拉回来。就让我拍胸口挺你，拍胸口挺你，每天都撑着你，让我给你勇气。就让我拍胸口挺你，拍胸口。希望大家多多益善，一起做慈善。当你发现你无助的时候，我用我生命来。当你站在世界最边缘的悬崖，我会用尽全力的把你拉回来。就让我拍胸口挺你，拍胸口挺你，每天都撑着你，让我给你勇气。就让我拍胸口。在这个疫情期间，让我们一起加油度过这个难关。 OK， 记得大家多多帮忙，然后多多捐款。我挺你。